工了，开工了。上班上班，请喝水。最可爱结缘水。你到时候进到北港的时候，他们会他的銮轿会在北港桥墩洞的里面，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时候你去拜，因为他会连他的就是原本就是他会去朝天宫，原因是因为他要回去他的原本的回来，对，然后拿他可以帮我访问他。没有没有没有没关系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就是要拍你摸，就是要拍你摸。请喝水，最可爱香灯脚啊，不，最可爱结缘水。咪咪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呦，这是谁家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们家的。好可爱，哎，这个是哦，你们是宠，哎，你们是修手机，为什么弄得很像宠物用品店？可以访问一下吗？访问一下可以吗？因为我们觉得有喵咪来帮你顾店很可爱。怎么会想说这个喵咪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何野，全名叫做玉子二川何野。他帮你顾这个结缘水的销售量好吗？好了，有赚到，有刮到，他是来赚摸摸的，对，他赚摸摸，过来这里好不好？他赚摸摸，对啊，他是来赚摸摸。这几岁了？流浪猫哎，流浪猫，对啊，他是卡在隔壁墙壁里面，对，然后我们两个把他救出来了，对，那你在养？应该要迈向第三年了，所以这三年他都有长肥的。长辈的记性，他都有付这个结缘水吗？去年人比较多，对，所以他好像有放鞭炮，所以他有吓到，对，所以我就放在里面，我又没有把它放出来。啊，今年人比较多，啊，他比较喜欢冷，对，他很喜欢冷，真的，对，所以你刚刚摸他都没事啊，对，他说还好，他蛮好客，对，他蛮好客，对啊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哎，看一下镜头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哎呦呦呦呦。真的好可爱，来帮你拍个照。看这里，开工了，开工了。上班上班，来一个好的角度啊 ，OK。哦，有，这很帅，有，好好配合，谢谢啊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